可以吗？哦，来，来，眼神平视，收下颚，好，轻轻的微，好，膝盖微弯，好，重心往前移一点点，好，再站高一点点，哇，这，哇，这很瘦，你几公斤来？不好意思，40，好来，感觉一下，现在有没有很稳定？好来，好撑住哦，好40公斤啊。我们第一次见面嘛，你不用配合我吧，收下来，眼神平视，好，围坐，哎，对，好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，好，就这样，百会对两个涌泉穴的中心点，各位，这样有没有比你刚才更得力？有没有很舒服吧？差太好了，好，这个我现在帮你开脚脉，这个就是武术真正要练到所谓的内功的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前行。好，肩膀放松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 ，OK， 就这样。好，那你手扣起来，来手扣起来，对，好，手扣起来，好，先去感觉一下，这样有没有很好去接力？有吧？哈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好，来收下了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 ，OK， 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肩膀放松，好，手扣起来，好，先去感觉啊，这样有没有接到力量？接到地力嘛，哈。很好玩哦，好，来，好，眼神平视哦，对，很好，好收，好收小 ，OK， 好，很好，先感觉一下，有没有很容易去接到地力？哦，非常稳定，很好，好，那你是好胯或膝盖有问题吗？好，对，好，没关系，胯跟膝盖有问题也没关系，你就站这个，好，这个无极站桩很适合你。好，头顶的百会穴对涌泉穴的中心点。好，这个武术的秘传叫三点对一线。好，以后我再跟你讲。好，手扣起来，先去感觉一下。哎，这样有没有很容易去接到地力？用你的重力去接地力。好，跟你的膝盖跟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你可以练。很多你蹲不下去的武术运动，你有限制。我只能这样讲，你有限制。但是这个你可以。好来。来收小腹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先去感觉一下，跟刚才比，有没有相对非常的得力？对不起，好，很稳定哦，很好，来，好，收小腹，来，好，重心往前一点点 ，OK， 好，慢慢的去接，啊，对，有没有？这样很好去接吧，这个力量很稳定吧，好，很稳定。哇，这个拉过，对，很好。